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十一，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，初分大乘楷品第十四之三。世尊，布施波罗蜜多无复无解境界，安忍精进静虑，般若波罗蜜多无复无解，何以故？世尊，布施波罗蜜多性无所有故，无复无解境界，安忍精进静虑，般若波罗蜜多性无所有故，无复无解布施波罗蜜多性远离故，无复无解境界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性远离故，无复无解布施波罗蜜多性寂静故，无复无解境界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性寂静故，无复无解布施波罗蜜多性空故，无复无解境界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性空故，无复无解布施波罗蜜多性无相故，无复无解境界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性无相故，无复无解布施波罗蜜多性无愿故，无复无解境界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性无愿故，无复无解布施波罗蜜多性无生故，无复无解境界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性无生故，无复无解布施波罗蜜多性无灭故，无复无解境界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性无灭故，无复无解布施波罗蜜多性无染故，无复无解境界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性无染故，无复无解布施波罗蜜多性无净故，无复无解境界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性无净故，无复无解世尊，无眼无复无解六神通无复无解何以故？世尊，无眼性无所有故，无复无解六神通性无所有故，无复无解无眼性远离故，无复无解六神通性远离故，无复无解无眼性寂静故，无复无解六神通性寂静故，无复无解无眼性空故，无复无解六神通性空故，无复无解无眼性无相故，无复无解六神通性无相故，无复无解无眼性无愿故，无复无解六神通性无愿故，无复无解无眼性无生故，无复无解六神通性无生故，无复无解无眼性无灭故，无复无解
六神通性无灭故，无复无解；无眼性无染故，无复无解；六神通性无染故，无复无解；无眼性无净故，无复无解；六神通性无净故，无复无解。世尊，佛实力无复无解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一切智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无复无解。何以故？世尊，佛实力性无所有故，无复无解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一切智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性无所有故，无复无解。佛实力性远离故，无复无解，四无所谓，乃至一切相智性远离故，无复无解。佛实力性寂静故，无复无解，四无所谓，乃至一切相智性寂静故，无复无解。佛实力性空故，无复无解，四无所谓，乃至一切相智性空故，无复无解。佛实力性无相故，无复无解，四无所谓，乃至一切相智性无相故，无复无解。佛实力性无愿故，无复无解，四无所谓，乃至一切相智性无愿故，无复无解。佛实力性无生故，无复无解，四无所谓，乃至一切相智性无生故，无复无解。佛实力性无灭故，无复无解，四无所谓，乃至一切相智性无灭故，无复无解。佛实力性无染故，无复无解，四无所谓，乃至一切相智性无染故，无复无解。佛实力性无净故，无复无解，四无所谓，乃至一切相智性无净故，无复无解。世尊，真如无复无解，法界法性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法定法住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实际无为性，无复无解。何以故？世尊，真如性无所有故，无复无解，法界法性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法定法住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实际无为性，无所有故，无复无解，真如性远离故，无复无解，法界乃至无为性远离故，无复无解，真如性寂静故，无复无解，法界乃至无为性寂静故，无复无解，真如性空故，无复无解，法界
乃至无为性空故，无复无解。真如性无相故，无复无解。法界乃至无为性无相故，无复无解。真如性无愿故，无复无解。法界乃至无为性无愿故，无复无解。真如性无生故，无复无解。法界乃至无为性无生故，无复无解。真如性无灭故，无复无解。法界乃至无为性无灭故，无复无解。真如性无染故，无复无解。法界乃至无为性无染故，无复无解。真如性无净故，无复无解。法界乃至无为性无净故，无复无解。世尊，菩提无复无解，何以故？世尊，菩提性无所有故，无复无解。菩提性远离故，无复无解。菩提性寂静故，无复无解。菩提性空故，无复无解。菩提性无相故，无复无解。菩提性无愿故，无复无解。菩提性无生故，无复无解。菩提性无灭故，无复无解。菩提性无染故，无复无解。菩提性无净故，无复无解。世尊，萨埵无复无解，何以故？世尊，萨埵性无所有故，无复无解。萨埵性远离故，无复无解。萨埵性寂静故，无复无解。萨埵性空故，无复无解。萨埵性无相故，无复无解。萨埵性无愿故，无复无解。萨埵性无生故，无复无解。萨埵性无灭故，无复无解。萨埵性无染故，无复无解。萨埵性无净故，无复无解。世尊，菩萨摩诃萨无复无解，何以故？世尊，菩萨摩诃萨性无所有故，无复无解。菩萨摩诃萨性远离故，无复无解。菩萨摩诃萨性寂静故，无复无解。菩萨摩诃萨性空故，无复无解。菩萨摩诃萨性无相故，无复无解。菩萨摩诃萨性无愿故，无复无解。菩萨摩诃萨性无生故，无复无解。菩萨摩诃萨性无灭故，无复无解。菩萨摩诃萨性无染故，无复无解。菩萨摩诃萨性无净故，无复无解。世尊，无上正等菩提无复无解，何以故？世尊，无上正等菩提性无所有故，无复无解。
无上正等菩提性，远离故，无复无解。无上正等菩提性，寂静故，无复无解。无上正等菩提性空故，无复无解。无上正等菩提性无相故，无复无解。无上正等菩提性无愿故，无复无解。无上正等菩提性无生故，无复无解。无上正等菩提性无灭故，无复无解。无上正等菩提性无染故，无复无解。无上正等菩提性无净故，无复无解。世尊，无上正等觉者，无复无解。何以故？世尊，无上正等觉者性无所有故，无复无解。无上正等觉者性远离故，无复无解。无上正等觉者性寂静故，无复无解。无上正等觉者性空故，无复无解。无上正等觉者性无相故，无复无解。无上正等觉者性无愿故，无复无解。无上正等觉者性无生故，无复无解。无上正等觉者性无灭故，无复无解。无上正等觉者性无染故，无复无解。无上正等觉者性无净故，无复无解。世尊，以要言之，一切法皆无复无解。何以故？世尊，一切法性无所有故，无复无解。一切法性远离故，无复无解。一切法性寂静故，无复无解。一切法性空故，无复无解。一切法性无相故，无复无解。一切法性无愿故，无复无解。一切法性无生故，无复无解。一切法性无灭故，无复无解。一切法性无染故，无复无解。一切法性无净故，无复无解。十，满慈子问善现言：尊者说色，无复无解；说受、想、行、识等，无复无解也。善现答言：如是，如是。满慈子言：何等色无复无解？何等受、想、行、识等无复无解？善现答言：如幻色无复无解，如幻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复无解，如梦色无复无解，如梦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复无解，如相色无复无解，如相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复无解，如想色无复无解，如想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复无解，如光影色无复无解，
如光影，受想行识，无复无解。如空花色，无复无解。如空花，受想行识，无复无解。如阳焰色，无复无解。如阳焰，受想行识，无复无解。如寻香成色，无复无解。如寻香成，受想行识，无复无解。如变化式色，无复无解。如变化式受想行识，无复无解。何以故？满慈子，如幻色性乃至如变化式色性，无所有故，无复无解。如幻受想行识性乃至如变化式受想行识性，无所有故，无复无解。如幻色性乃至如变化式色性，远离故，无复无解。如幻受想行识性乃至如变化式受想行识性，远离故，无复无解。如幻色性乃至如变化式色性寂静故，无复无解。如幻受想行识性乃至如变化式受想行识性寂静故，无复无解。如幻色性乃至如变化式色性空故，无复无解。如幻受想行识性乃至如变化式受想行识性空故，无复无解。如幻色性乃至如变化式色性无相故，无复无解。如幻受想行识性乃至如变化式受想行识性无相故，无复无解。如幻色性乃至如变化式色性无愿故，无复无解。如幻受想行识性乃至如变化式受想行识性无愿故，无复无解。如幻色性乃至如变化式色性无生故，无复无解。如幻受想行识性乃至如变化式受想行识性无生故，无复无解。如幻色性乃至如变化式色性无灭故，无复无解。如幻受想行识性乃至如变化式受想行识性无灭故，无复无解。如幻色性乃至如变化式色性无染故，无复无解。如幻受想行识性乃至如变化式受想行识性无染故，无复无解。如幻色性乃至如变化式色性无净故，无复无解。如幻受想行识性
乃至如变化式、受、想、行、实性无禁锢，无复无解。满慈子，过去色无复无解，过去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复无解，未来色无复无解，未来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复无解，现在色无复无解，现在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复无解。何以故？满慈子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色性无所有故，无复无解。过去、未来、现在、受、想、行、识性无所有故，无复无解。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色性远离故，无复无解。过去、未来、现在、受、想、行、实性远离故，无复无解。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色性寂静故，无复无解。过去、未来、现在、受、想、行、实性寂静故，无复无解。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色性空故，无复无解。过去、未来、现在、受、想、行、实性空故，无复无解。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色性无相故，无复无解。过去、未来、现在、受、想、行、实性无相故，无复无解。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色性无愿故，无复无解。过去、未来、现在、受、想、行、实性无愿故，无复无解。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色性无生故，无复无解。过去、未来、现在、受、想、行、实性无生故，无复无解。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色性无灭故，无复无解。过去、未来、现在、受、想、行、实性无灭故，无复无解。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色性无染故，无复无解。过去、未来、现在、受、想、行、实性无染故，无复无解。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色性无净故，无复无解。过去、未来、现在、受、想、行、实性无净故，无复无解。满慈子，善色无复无解，善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复无解，不善色无复无解，不善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复无解，无忌色无复无解，无忌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复无解。何以故？满慈子，善、不善、无忌色性无所有故，无复无解。善、不善、无忌
受、想、行、实性，无所有故，无复无解，善、不善、无计色性，远离故，无复无解，善、不善、无计、受、想、行、实性，远离故，无复无解，善、不善、无计色性、寂静故，无复无解，善、不善、无计、受、想、行、实性、寂静故，无复无解，善、不善、无计色性、空故，无复无解，善、不善、无计受、想、行、实性空故，无复无解，善、不善、无计色性、无相故，无复无解，善、不善、无计受、想、行、实性、无相故，无复无解，善、不善、无计色性、无愿故，无复无解，善、不善、无计受、想、行、实性、无愿故，无复无解，善、不善、无计色性、无生故，无复无解，善、不善、无计受、想、行、实性、无生故，无复无解，善、不善、无计色性、无灭故，无复无解，善、不善、无计受、想、行、实性、无灭故，无复无解，善、不善、无计色性、无染故，无复无解，善、不善、无计受、想、行、实性、无染故，无复无解，善、不善、无计色性、无净故，无复无解，善、不善、无计受、想、行、实性、无净故，无复无解。满慈子，有染色，无复无解，有染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无复无解，无染色，无复无解，无染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无复无解，有罪色，无复无解，有罪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无复无解，无罪色，无复无解，无罪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无复无解，有漏色，无复无解，有漏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无复无解，无漏色，无复无解，无漏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无复无解，杂染色，无复无解，杂染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无复无解，清净色，无复无解，清净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无复无解，世间色，无复无解，世间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无复无解，出世间色，无复无解，出世间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
无复无解。何以故？满慈子，有染色性，乃至出世间色性，无所有故，无复无解。有染、受、想、行、识性，乃至出世间受、想、行、识性，无所有故，无复无解。有染色性，乃至出世间色性远离故，无复无解。有染、受、想、行、识性，乃至出世间受、想、行、识性远离故，无复无解。有染色性，乃至出世间色性寂静故，无复无解。有染、受、想、行、识性，乃至出世间受、想、行、识性寂静故，无复无解。有染色性，乃至出世间色性空故，无复无解。有染、受、想、行、识性，乃至出世间受、想、行、识性空故，无复无解。有染色性，乃至出世间色性无相故，无复无解。有染、受、想、行、识性，乃至出世间受、想、行、识性无相故，无复无解。有染色性，乃至出世间色性无愿故，无复无解。有染、受、想、行、识性，乃至出世间受、想、行、识性无愿故，无复无解。有染色性，乃至出世间色性无生故，无复无染。有染、受、想、行、识性，乃至出世间受、想、行、识性无生故，无复无解。有染色性，乃至出世间色性无灭故，无复无解。有染、受、想、行、识性，乃至出世间受、想、行、识性无灭故，无复无解。有染色性，乃至出世间色性无染故，无复无解。有染、受、想、行、识性，乃至出世间受、想、行、识性无染故，无复无解。有染色性，乃至出世间色性无净故，无复无解。有染、受、想、行、识性，乃至出世间受、想、行、识性无净故，无复无解。满慈子，如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复无解，当知如是眼处乃至意处、色处乃至法处，眼界、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界、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地界乃至识界、苦圣地乃至道圣地、无明乃至
老死愁叹苦忧恼，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四境虑乃至四无色定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空解脱门，乃至无愿解脱门，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五眼六神通佛实力，乃至一切相智真如，乃至无为菩提萨埵，菩萨摩诃萨，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上正等觉者，一切法随其所应，无复无解，亦复如是。满慈子，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无复无解法门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应如实之，于如是无复无解。四境虑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、五眼、六神通、佛实力、四无所畏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、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应勤修学。满慈子，诸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应住无复无解四境律，乃至应住无复无解一切相智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应成熟无复无解有情，应严净无复无解佛土，应亲近供养无复无解诸佛，应听受无复无解法门。满慈子，是菩萨摩诃萨常不远离无复无解诸佛世尊，常不远离无复无解清净无眼，常不远离无复无解殊胜六神通，常不远离无复无解陀罗尼门，常不远离无复无解三摩地门。满慈子，是菩萨摩诃萨当生无复无解道相智，当证无复无解一切智一切相智，当转无复无解法轮，当以无复无解三乘法安立无复无解诸有情。满慈子，若菩萨摩诃萨修行无复无解六波罗蜜多，能证无复无解一切法无所有故、远离故、寂静故、空故、无相故、无愿故、无生故、无灭故、无染故、无净故、无复无解。满慈子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名唤无复无解大乘凯者。初分遍大乘品第十五之一。尔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当知菩萨摩诃萨大乘相？云何当知
菩萨摩诃萨发趣大乘。如是大乘从何处出，至何处住？如是大乘为何所住？谁复成是大乘而出？佛告善现：汝问，云何当知菩萨摩诃萨大乘相者？为六波罗蜜多，是菩萨摩诃萨大乘相。何等为六？为布施波罗蜜多、境界波罗蜜多、安忍波罗蜜多、精进波罗蜜多、净律波罗蜜多、般若波罗蜜多。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布施波罗蜜多？佛言：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发应一切智智心，大悲为上首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自施一切内外所有，亦劝他施内外所有，持此善根，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善现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布施波罗蜜多。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境界波罗蜜多？佛言：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发应一切智智心，大悲为上首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自住十善业道，亦劝他住十善业道，持此善根，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善现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境界波罗蜜多。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安忍波罗蜜多？佛言：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发应一切智智心，大悲为上首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自具增上安忍，亦劝他具增上安忍，持此善根，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善现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安忍波罗蜜多。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精进波罗蜜多？佛言：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发应一切智智心，大悲为上首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自于六波罗蜜多勤修不息，亦劝他于六波罗蜜多勤修不息，持此善根，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善现，是为菩萨摩诃萨精进波罗蜜多。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净律波罗蜜多？佛言：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发应一切智智心，大悲为上首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自能巧辩入诸净律，无量无色，终不随彼势力受生，亦能劝他入诸净律，无量无色同己善巧，持此善根，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善现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净律波罗蜜多。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？佛言：
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应发一切智智心，大悲为上首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自能如实观一切法性，于诸法性无所执着，亦劝他如实观一切法性，于诸法性无所执着，持此善根，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善现，是为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。善现当知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大乘相。复次，善现，菩萨摩诃萨大乘相者，为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变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，是菩萨摩诃萨大乘相。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内空？佛言：善现，内为内法，即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此中眼有眼空，何以故？非常非坏本性耳故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有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空，何以故？非常非坏本性耳故。善现，是为内空。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外空？佛言：善现，外为外法，即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此中色由色空，何以故？非常非坏本性耳故。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由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空，何以故？非常非坏本性耳故。善现，是为外空。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内外空？佛言：善现，内外为内外法，即是内六处、外六处，此中内六处由外六处空，何以故？非常非坏本性耳故。外六处由内六处空，何以故？非常非坏本性耳故。善现，是为内外空。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空空？佛言：善现，空为一切法空，此空由空空，何以故？非常非坏本性耳故。善现，是为空空。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大空？佛言：善现，大为十方，即是东南西北四为上下，此中东方由东方空，何以故？非常非坏本性耳故。南西北方四为上下，由南西北方四为上下空，何以故？非常非坏本性耳故。善现，是为大空。善现白佛言：
世尊，云何圣意空？佛言：善现，圣意为涅槃，此圣意由圣意空。何以故？非常非坏，本性而故。善现，是为圣意空。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有为空？佛言：善现，有为为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此中欲界由欲界空。何以故？非常非坏，本性而故。色无色界由色无色界空。何以故？非常非坏，本性而故。善现，是为有为空。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无为空？佛言：善现，无为为无生、无住、无异、无灭，此无为由无为空。何以故？非常非坏，本性而故。善现，是为无为空。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毕竟空？佛言：善现，毕竟为诸法究竟不可得，此毕竟由毕竟空。何以故？非常非坏，本性而故。善现，是为毕竟空。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无际空？佛言：善现，无际为无初中后际可得，即无往来际可得，此无际由无际空。何以故？非常非坏，本性而故。善现，是为无际空。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散空？佛言：善现，散为有放、有气、有舍可得，此散由散空。何以故？非常非坏，本性而故。善现，是为散空。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无变异空？佛言：善现，无变异为无放、无气、无舍可得，此无变异由无变异空。何以故？非常非坏，本性而故。善现，是为无变异空。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本性空？佛言：善现，本性为一切法本性，若有为法性，若无为法性，皆非声闻所作，非独觉所作，非菩萨所作，非如来所作，亦非于所作，此本性由本性空。何以故？非常非坏，本性而故。善现，是为本性空。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自相空？佛言：善现，自相为一切法自相，如变爱是色自相，领纳是受自相，取相是想自相，造作是行自相，了别是实自相。如是等若有为法自相，若无为法自相，此自相由自相空。何以故？非常非坏，本性而故。善现，是为自相空。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共相空？佛言：善现，共相为一切法共相，
如苦是有漏法共相，无常是有为法共相，空无我是一切法共相，如是等有无量共相，此共相由共相空，何以故？非常非坏本性而故，善现是为共相空。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一切法空？佛言：善现，一切法为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，若有色无色，有见无见，有对无对，有漏无漏，有为无为法，此一切法由一切法空，何以故？非常非坏本性而故。善现是为一切法空。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不可得空？佛言：善现，不可得为此中一切法不可得，若过去不可得，未来不可得，现在不可得，若过去无未来，现在可得，若未来无过去，现在可得，若现在无过去，未来可得，此不可得由不可得空，何以故？非常非坏本性而故。善现是为不可得空。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无性空？佛言：善现，无性为此中无少性可得，此无性由无性空，何以故？非常非坏本性而故。善现是为无性空。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自性空？佛言：善现，自性为诸法能和合自性，此自性由自性空，何以故？非常非坏本性而故。善现是为自性空。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无性自性空？佛言：善现，无性自性为诸法无能和合性，有所和合自性，此无性自性由无性自性空，何以故？非常非坏本性而故。善现是为无性自性空。复次，善现，有性由有性空，无性由无性空，自性由自性空，他性由他性空，云何有性由有性空？有性为五蕴，此有性由有性空，五蕴生性不可得故，是为有性由有性空。云何无性由无性空？无性为无为，此无性由无性空，是为无性由无性空。云何自性由自性空？为一切法皆自性空，此空非智所作，非见所作，亦非语所作，是为自性由自性空。云何他性由他性空？为若佛出世，若不出世，一切法法住、法定、法性、法界平等性、离生性、真如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实际，皆由他性故空，是为他性由他性空。善现当知，
是为菩萨摩诃萨大乘相。